Are there even people on it? Barely. A few. You're stepping on other people. This is我的点的沙拉，很大份哎，超好。我们晚餐的只有50块，然后我们这还蛮便宜的，就比我们平常吃东西便宜。然后后来发现是因为没有喝酒，太夸张了！突然开就有一台火车哎，You can actually sit inside. 今天是我们 road trip 的第二天，我们现在到了一个 town 叫做 Canal by the Sea，这边很漂亮哎，就很有欧洲的 vibe。我们呢现在先开去海边，然后可能之后再回来这个小镇逛一下。风很大，好冷哦，今天好像又是只有大概7、8度。 喜欢乌鸦，这边超美的，这真的很有欧洲小镇感，很不像在美国。 The sandwich come with salad. 好多蔬菜。 我们现在在这个 town 叫做 Harmony， 反正就是一个我们 stopover town 啦。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其实可以住更远一点点，就是再往南开一点点。就这个 pace 也不错。行李很多。There's a fireplace. Yeah, turn the fire. Yay! Got our own fire. Very romantic, babe. Very. 我们在旅馆里。 OK， 这是我们今天住的小镇，真的还蛮小的。我们现在要去吃这一间墨西哥食物，希望好吃。它 rating 还不错。<咳>
帮我切，好帅哦。其实外面还蛮不错的，要是更温暖一点就可以坐外面。这是甜的 waffle， 然后这是咸的。我跟 Tay 通常都会点 早午餐都喜欢点一甜一咸，然后分着吃。今晚订了这个 inn， 它看起来有点就是 motel 那种 style。Here is the bedroom。哎，这边有个小中庭。我们的旅馆有脚踏车，我们去租脚踏车，然后骑到海边。然后呢 ，Santa Barbara 这边还蛮有名的，就是海胆跟龙虾卷，所以我们要看看能不能吃到。我们现在到了 Santa Barbara 海边的鱼市场。我这边就是真的是渔港哎，就是都是渔船跟游艇。我们在码头这里找到海胆，海胆，然后还有龙虾卷。哇！哇！It's still moving, is it? No. Yeah, it's moving a little. Here. The same way. Then don't pretend that everything's okay. Don't string me along the way you do. Just let me get over you. Maybe you don't wanna know. 回来旅馆整理了一下照片之后呢，现在差不多7点多，还没有很饿，但是感觉该吃饭了，不然餐厅都要关了。然后如果你是免费的香槟，想要来看一下。嗯，嗯，我们现在在 Santa Barbara 的State Street， 这一条就是很多餐厅、很多店，就最热闹的一条街。这边有一些圣诞的摆设，圣诞小屋，然后这边有一棵美美的圣诞树。我们决定来这一家，我们看着还不错 ，Steak and Seafood。Pretty cute. 这个是火鸡浓汤，我们的主菜来了。我现在从 Santa Barbara 往 Malibu 开，然后呢，途中也是会有一些景点，然后我们就慢慢停下来。我们现在在 El Matador Beach， 哎，这边很漂亮哎，然后有一条路可以就是往更接近海的地方走。今天天气比前几天好很多，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比较南边，所以就没有那么冷，我穿这样子还 OK。 长得超级特别的，这是海带吗？长得很像鱼耶。今天天气变得很好，温暖很多。Oh my god, I'm vlogging. Can you be quiet? 好可爱，我想要这些。Come on. 我们要去这个 Malibu Farm Cafe。看着一片大海。哇、wow. ，That's a big sandwich。中间这个肉饼是虾子，很好吃，很海洋味道。我在这个 Urban Light 这边待慢了10年了，但是你知道还是有照到相。
我们买到票，然后进来了。这边可以看到 the Hollywood sign。我看到排队的人潮了。啊，开心点餐了，我们两个都点了沾面。吃完之后可以跟他要，就是那种高汤，把它加到这个沾酱的里面，然后它就变成一碗汤。我们今天住的区域叫做 Marina Del Rey， 在 Santa Monica 的再南跟东南一点。Alright, this is it. No tab.早安，今天是星期三，我们要开车去 Getty Villa 旅馆。很夸张，我第一次遇到旅馆然后房客要自己付停车费的，我们付了$20，也不是很少。完了，好多人，我们进来啦。大家来这里之前记得网络上先订票，参观是免费但停车要20。那还好，我们因为今天可能人还不算很多，所以我们可以就是我在排队的时候呢就赶快在网上订票。哇，真是马赛克哎！哇，这边居然有埃及的木乃伊。我刚刚拿到我 COVID 的 test results， after we do the test， 一整天又毁了。这边也有另外一个小花园，这里是一个石油大亨的家，很难想象吧，这么大的后院。它是依照就是以前一个在意大利罗马的一个旧址，然后把它缩小成就适合这块土地。然后改了这个 Getty Villa。我不知道这区是哪一区，反正就是我要去做 COVID 检测的路上，然后找了一家taco truck 这种餐车吃个中餐，因为现在时间其实是1点了。We drove all the way here. 他们说他们没有 test. 来了 Beverly Hills， 然后这个呢是 Rodeo Drive， 这边有很多圣诞灯饰，然后全部人都是在拍照，很美耶，超有气氛的 Christmas vibe。我们离开 Beverly 了，现在在 Melrose， 然后我看到 Glossy， 我想要进来。So cute！ 我买了一些化妆品，然后我还买了他们的 hoodie。我现在在 Reformation 的 sitting room， 然后你要什么东西可以直接在这里选。然后呢，就有一个衣橱打开了，这是我要试的衣服了，太夸张了。这是我们今天晚餐的餐厅，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叫做 La Brea。这个是海胆意大利面。Bay leaf 加在 dessert 里面，所以我很好奇它的味道。
真的没见过。今天天气很不好，很多人在等。等了半个多小时了 ，Kelly 去帮我买咖啡。我现在已经看得到这个排队的尽头了，所以是好事。但是我现在就是很担心，我的结果会不会出来的太慢，赶不上我的飞机。哦，我们现在到了今天要吃的这一家 brunch place， 叫做Great White 大白烧。It's supposed to be open today. Maybe holidays. May I cry? No.Teddy's red taco. The shells are red. The beans are 红色的。这是我们找的第几家？第三家，终于坐下来可以吃 brunch 了。肉桂卷，好大！哎，来两个麻粉。我的 lobster roll 龙虾卷。这食材很好吃，咖喱味的。孤单，又孤单。So sad。我们现在找 North Shore 进去，因为没有伞，而且雨天其实路上也还蛮多水坑的，没有办法好好逛街，所以想说去 North Shore 避个雨，然后看看有什么东西想买吧。来试试牛仔裤。Got some jeans. Thanks, babe. 圣诞礼物。换了过的妆，准备去吃晚餐。这是我最喜欢的意大利前菜，就是番茄跟 burrata cheese， 一种有点像 mozzarella 的 cheese。我们的 dinner situation 非常的 rough， 在室外，但是它有这个，所以很暖。它有这种怎么讲加热的灯，所以它就是会暖暖的。只是呢，这里桌子跟桌子间超近的，没有想到今天这个夜晚是这样子的展开方式，希望食物好吃。哒啦，这个是肉酱，我的呢是黑松露。换进来室内了，对。哦，好冷哦。哦。大冬天的，到底在干嘛？Just did it。他说结果30分钟会出来，然后寄到信箱。那我们现在要先去把我们租的车加满油，之后去机场。That was a really stressful morning. Actually, 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很 stressful. 你们要回成都吗？我们到多伦多了，然后天王两个人都被抽中来做再做一次 PCR. 我这。4天，这是第四个。Yeah. 今天是平安夜，但是我们就要在机场度过我们的晚餐时刻。那回家好像冰箱里也没有什么食物，所以可能要吃个泡面。没错。